接下来问您一个问题啊，也是一位观众问的，以后这个大桥修成了，是不是可以考虑搞一个港珠澳马拉松？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，因为港珠澳大桥刚好42公里嘛，就是跨海，跨海部分，跨海部分就是从口岸，从珠海口岸到香港口岸，两个口岸之间正好就是42公里，这太巧了，对，通了车就不好办了啊。通车前已经做了这个准备，应该是手续办得差不多了，希望大家到时候报名。